往下走，买了打地权在王伯岳身上。好，准备，起，助理。美国研究发现，拥有哪一种特质的男性身体免疫功能也越健全 ？A. 长相较具吸引力 ，B. 嗓音较低沉磁性。我的答案是，A. 长相。欸，你花了17秒，你完蛋了你。不是，你嗓音跟你的免疫功能是有什么关系？我刚刚想着说哈，如果嗓音比较低沉的话呢，你的胸腔就会你知道比较容易震动。是不是像我这样的声音呢？对，这都通常是胸腔共鸣，会觉得说有胸腔共鸣啊，感觉免疫功能会更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心情愉快，你的免疫功能会更好。你的长相如果好的话呢，你走到哪心情都好。请揭晓。拥有哪一种特质的男性免疫功能更好？美国的这个研究还蛮有意思的哦，他们发现呢，在女生眼中比较高吸引力的男性呢，通常他的免疫系统呢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在男生眼中高吸引力的女性呢，反而免疫系统是比较低下，而这一切呢都跟女性雌激素有关系，因为呢，当男生会觉得这个女生比较有吸引力，通常他的女性雌激素是比较高的，而这个时候呢，他反而会造成他的自然杀手细胞的功用是变得比较低，因此他的免疫系统就会略差一些，而反观在男生则是相反过来的状态。命运奖金数最少2000，最多20000，有归零。命运之钮，请选择。恭喜10000元！哇！现在丁宁跟刘秀武这边反而是最落后的，漂亮，我觉得这很刺激哦，现在刺激了，请继续答题，再快一点，来，请助理。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世界肾脏日，医师指出哪一种生活习惯有助于养肾 ？A. 用温水刷牙 ，B. 用温水洗脸。养肾，养肾，刷牙 ，A. 我的答案是 A。为什么不认为是洗脸？好了，因为呢，其实呢，每次只要喝进去的水都会跟肾有点关系嘛，因为毕竟肾是我们通常在利尿的时候就是喝进去的水，对，所以你通常在刷的时候都会边刷边喝。不是，可是因为脸的话就更没有关系，所以我想说啊，你不小心喝了温水进去啊，一点点就是啊，养养肾，养养喉咙这样。请揭晓。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。我们真的很幸运，压力。好，要告诉大家一些养生的小 撇步 哦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养生的话，你要多吃黑色的食物，像黑豆啊、黑芝麻啊，都是还蛮不错的。而另外呢，你可以用40度以上的水泡脚，增加全身的循环。不过呢，在这个刷牙的温度啊，大概控制在35度哦，比较温水一点哦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牙齿的口腔的清洁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当你口腔清洁做好，就比较不容易有牙周病，也比较不会有一些细菌吃到我们的体内。当然呢，糖尿病啊、肾脏病的几率也都会降低。而且比较温和，也可以帮助稳定我们的血压。不过在洗脸的水的温度呢，控制在20度，它是比较冷一点的水哦，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，然后让我们整体的循环也会变得更好。命运奖金数再次公布，好刺激哦，还有归零，请选择。恭喜4000元，3号归零。你又想要换？王博元准备好，请助理。请问世界上第一件防弹背心最初是由谁发明的 ？A. 食物外送员 ，B. 产品推销员。这个太刁钻了吧？这个太难。快 ！B 啊，产品推销员。顺利。12秒，好险，好赶哦。因为食物外送员呢，他们通常会，其实比较危险一点点。但是食物外送员呢，通常给人家感觉比较勾引，就是比较老实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虽然他比较危险一点，但他不会想到说啊，我要去做一件防弹背心来保护我的安全。可是产品推销员呢，就是感觉比较常在想很多事，然后可能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我是想他们两种职业的个性，然后去。产品推销员比较容易深入险境啊，你食物你有时候放着，没有像那个 Uber Eats 你放着就可以走了，
可是产品推销员你要进入别人的家里，然后跟他好好坐下来说话，这风险比较高。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以前有食物外送员嘛。不知道。哎，你说好哦。古时候好像没有食物外送员。请揭晓。第一件防弹背心。是食物外送员。这个食物外送员呢，他叫做 Davis 哦。那他那时候呢，本来是在军中服役，结果后来呢，在退伍之后开了一个薄饼店。那有一次在食物外送的时候呢，居然被这个叫外卖的人啊拿枪啊要射他哦，要抢劫他。所以后来他就非常的不开心。结果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呢，双方就有了枪战，甚至后来呢，这帮贼人还把他的薄饼店给用火烧掉了。所以后来啊，听到了杜邦化工他们有做出一种特别的合成织物啊，而且他的能力比钢还要强上了5倍之多，所以他就干脆拿这个合成织物做成了防弹背心，甚至还对自己试射，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。那后来呢，警方也来跟他来进这一款防弹背心。打力圈转移，刘修福准备，请出最后一题。日本青森苹果闻名国际，请问当初日本政府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才规划在全国种水果 ？A. 武士失业的问题 ，B. 外交资源短缺问题。A 锁定，时间刚好用完。因为我之前武士，我之前看好像不知道看什么漫画还是动漫，他就说武士失业的时候造成社会上很多问题。嗯，对，所以武士为什么会失业？他们有一身好功夫，好像是政权还是我有点不太清楚，但是啊，我哦，因为明治维新的关系。嗯，来揭晓，答对就有意思了，答对。整件事情，丁玲姐，这整件事情满足了第一个刺激点，他必须要过，对，过了就会有下一波事情发生，有没有可能被突然间又被逆转？命运奖金数，最少2000，最多20000，有归零，请选择。只有10000以上才能超越。选择的是4号，恭喜2000元。隔壁就是20000，他们就是个邻居，没有错。三组奖金，今天的最大赢家没有被超越，压力王博元10000元获胜。送给他们姐弟什么是礼物啊？要送给你们的是有乐温吸尘器加上蒸汽拖把组，无线吸尘器超强吸力，轻松好拿，蒸汽拖把多功能6种刷头清洁各种脏污，这一组居家打扫神器，一杯水就可以扫全家，适合有小孩跟宠物的家庭哦。送给你们，谢谢，开心哎。运用你们每个人自己的智慧，掌握机会，才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命运。别忘了，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请准时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